在辽宁沈阳举行的第二届中国旗袍文化节上，沈阳故宫馆藏清宫后妃袍服、剪纸旗袍等特色服饰集中亮相，将民间文化与古韵旗袍相融合，融合了苏绣、满绣、纸上刀绘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，带给观众不一样的视觉感受。开幕式上，众多现代旗袍也精彩亮相。